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44集。今天给大家分享丛林任务三人包里头最后一款，这个黄豹勇士。那有点意外啊，它是这三款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吧，可能是最平均的一个。首先呢，它的关节紧实度非常的好，玩起来非常的舒服。再来，它的偷胶的状况呢，其实并不多见啊。这里虽然有空洞，但是它里头有收纳零件。那手臂抬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呢，哎，确实是比较扎实、比较饱满的，也有近战、有远战的武器，造型也很帅气。那讲到造型，你可能会发现它跟第七集里头目前公布的黄豹造型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个比较像是 BW 的一个感觉。那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模具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不是 Kingdom 那个模具啊，结果发现哎，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两者哪个比较好玩，我觉得都不赖。那这个版本确实是比较电影系的样子，因为它的细节的部分明显做得更加的丰富啊，而且面雕呢也是非常的好看。那身上的倒角看上去很清楚的刻线，那摸起来手也不会痛，还有一些毛发的一些刻画什么的等等来说啊，我本来是最不期待这一款啊，我是比较最期待当然是这一款千斤顶啊，然后再来是这个夜鹰啊，毕竟是新的模具啊，终于不是跟 RC 同模了。那这个黄豹是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它的武器啊，这个部分的话呢，涂装也是做得相当不赖，细节刻画也可以。那可动的话呢，头部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的啊。那手臂的话呢一样，二头肌也可以转动。那么手腕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形关节啊，也是可以动的啊，但是而且非常的紧啊。腰身的话呢，其实是卡死啊，是可以动的。我差点要讲卡死，它可以动的。那脚前后左右踢啊，没有问题。膝盖呢弯到90度刚刚好，也有一个接地的关节，可以说是非常的平均啊。然后站立性也做得相当可以。武器的话呢，握持非常的舒服，可以说就是很不赖，配色也是挺舒服的了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的一个变形好了啊，变形的话呢是还可以，但是待会这个豹形态可能大家会有点意见啊。首先这个头啊要翻转180度，这个部件的话呢从这里挑出来，还有一个组合的位点在这里，我们把它给翻出来啊，这个地方，这头这里先出来好了啊，整个挑上来。挑上来之后啊，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给提上来，我们要把这个脑袋瓜子的话呢给放到里头，这样子再把它给扣上。那这里的话要翻折进来，然后往斜上推啊，把它拼凑起来。手臂的话呢是往内放进来，这里整个的给往内放进来，哎，这个部件应该先推上去，这样先进来。那转进来的时候呢，放进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凸，这个凸还有对这个洞把它扣进，它是有斜一个角度的，所以这个腰身的话呢必须要打正啊，才能够顺利的放进去。不过也不难啊，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这个部件再把它给推进去啊。好，手的话呢就直接的整个给搓下来，整个给搓下来。那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手非常潦草的就直接就真的挂在这了。那这个脚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它有一块部件这里把它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脚掌给收到内侧去，再盖起来，然后外摆内收，转内外翻转180度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这里翻出去之后把这个脚掌给推进去，再把它给盖回来，然后翻转180度。那这里的话呢往斜上推上去啊，这里有个凹槽，那放上面有个凸，把它给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扣上去，那这个脚就自然下垂就可以了啊。那到这里的话呢就只剩下最后的这个啊，对了，刚刚忘记了啊，它有一个肠子腔啊，这次真的是肠子腔了，这里忘了把它先给收进去，到这边，那收进去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哎，我还是不要讲好了，等一下又真的扣不进去了啊。好，这里再把它给扣上，一开始就应该先把腔给放进去了啊。那最后这个尾巴从这扣上去，那扣上去的时候，这两侧的这个凹槽就放进去，尾巴这个部分给盖下来。那我们这款黄豹或者是花豹勇士的变形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相信大家一定会对这一双手铺在下面，一定是觉得非常不能容忍，对，完全不晓得为什么就这么粗暴的把手给放在
肚子下方，而且在官图拍摄都很邪恶，他都是弄拍一个这种角度啊，让我们看不到那双手就在下方啊，确实是比较可恶啊。然后他的嘴巴这里是可以动的，下巴可以打开，但是呢，不容易搓开来，不容易搓开来啊。就打开的话是要这个，这里要这样子硬是把它给打开。OK， 那头的话就没有其他转动啊，手可以前后动啊，但是动的话，我觉得都会对他的肢体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破坏啊。那这个脚的话呢，因为你前后脚的一个高度必须要稍微配合一下，那这个各位你看也就能够明白。那后面由于这个地方是扣住，所以后半部也没有什么可动，尾巴也基本上就是卡死的。那兽形这个体型还是做的还是可以的啊。作为一款 Deluxe 等级来说的话呢，也还是那么一句话，真的不能说它有多差，但是就是肚子这个地方手落在这里比较可恶，其他我觉得都还能够容忍。而且它这个是有一些机械造型在上面，只是说都是黄色，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包括这个地方有一些机械的一个甲壳的一个样子啊。那我觉得这个造型还蛮新鲜的，就是上面有斑纹，可是它是在类似于金属的部件上啊，虽然它不是金属涂装啊，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这款玩具算是有点小小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个小惊喜作品。那么呢，这个就是这一次变形金刚第七集啊，丛林任务三人包啊，所有的三款玩具呢已经给各位做完分享了啊。那目前台湾的网拍上价格大概是2000块钱，三个加起来台币2000块钱左右。那各位买不买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需要了啊。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